案發有醫院使用無接觸自助機，令求診者無需接觸任何物體，只需要手指點擊空氣成像就能夠完成手續操作。呢間醫院大堂擺放咗一排無接觸自助機，好似銀行自動櫃員機一樣，嚟睇病嘅人可以透過呢部機器登記、繳費同埋取卡，全程無需觸碰屏幕。研發團隊介紹。这一部无接触自助机使用无介质空中成像技术，在空气里面直接交互操作。另外，该设备除了正面之外，其他角度不可视，具有较高的保密性。这个计数机的功能呢，跟我们普通的功能也差不多，有发卡的功能，有交费的功能等等吧。这一次这个机器呢，在我们这个疫情过程当中，在特别的门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说，虽然医院里面所有设备都有定时消毒，但使用无接触自助机更加洁净安全。病人在用这个机器的时候，无需触碰这个屏幕就可以完成很多的功能。这样主要的是目的是避免病人之间或者家属之间这个触碰屏幕以后的造成一个交叉感染。现时无接触自助机已经在安徽16个城市合共19间大医院投入使用。无线电视记者黎在山报道。